我是你今天的教练。行了，姑娘，我就看你这两下子，我敢保证，你没好好练过。我也就不跟您兜圈子了。其实我是万总。不好意思，哎，万总，我还没。这么大口气啊！几千万烧起来的火能不大吗？什么几千万？你不需要懂，我现在需要发泄发泄，撞上我算你倒霉了。万总。万家何先生您好，我是方达人才顾问经理林沃。之前我跟你打过电话的，万总，您在里面吗？我说的话您听到了吗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！需要小保护查处，就得来我这儿去了。喂，前台吗？有一个女流氓啊，混进了男厕所，赶紧处理一下。 终于见上面了，为什么你不戴手套？我不能让万总觉得你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啊。那我可以选择不来了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怕我临时变卦，所以用这招变相的监视我，不让我看你计划。我发现你越来越狡猾了呀。